宅界红人，觉得你符合的上来，来直接上擂台，单挑来。是这一排看起来就只有我符合条件，哎，太强了吧，宅男女神啊，神就绝对 OK， 宅男女神嘛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会输？不可能嘛，五郎嘛，有没有？宅男本人没有，宅男本人公母配啊，我不是御宅，我是本身就是御宅界，哦，本身就是御宅，天天待在家里，哦，阿宅的对吧？你在这个行业的领域。的地位呢？对，中上，不聊食量啊，我们聊地位。食量，我现在有食量，食量现在。好好好。对，这产业地位中上。怎么那么客气呢？你有什么丰功伟业？统神可以帮你啊。他就在我上面啊，所以我只能说我是中上。哦，还有这样分的哦。OK， 因为统神经营比较久了，鸡排呢？你好像台湾疏于经营哦。我最近就是因为一直在进修日文，所以疏于经营。但是呢，再怎么样，我也是2016年写真集销售冠军。华人圈，华人圈写真集销售冠军。就来看看哦，他们就要来一个不一样的哦。两位在什么地方来比赛？就是我们的御宅界红人，他们要前进到哪里？御宅族经常不在家里，就在哪里？在网咖，不在网咖就在哪里？就在去网咖的路上。来，一起来看看，在网咖广播号召玩家限时10分钟，谁愿意离开电脑？哇，那很难的，很难。然后他们广播，广播之后谁募集的这个爱慕者更多的话，那你就是赢家，好不好？请看，来。谁才是御宅界红人？网咖广播号召现场玩家，到场互动粉丝较多者获胜。好歹我也是堂堂2016年写真集销售冠军，我觉得我是不会输他的。哎呦，身为一个网络直播红人，外号疯狗，你叫疯狗，告你回归队第一。今天网咖就是我的主场。三二一，大家好。我是集团内政嘉纯，今天有一个活动，活动内容就是跟我见面。大家在玩游戏，应该也坐在椅子上面很久了，可以下来一楼动一动，跟我见个面，聊个天，还有一些准备给大家的互动小游戏。好认真哦，完全不被理会。大家都戴耳机，有听得到吗？如果你想要跟我见面的话呢，我们就在一楼骑楼见。亲爱的观众您好，好吧，亲爱的客户你好，我是张家兄弟滑起来亚洲统神的哥哥国栋。的哥哥，我要在一楼举办这个粉丝见面会啊，不论你是统粉、动粉，还是一胜难求啊，想改个运的朋友，前十名可以还可以跟我互动哦。那我就在一楼等待各位了，好，谢谢。好可爱。哎，辛苦了，辛苦各位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好多人。现在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后台的背面，大家都在抽号码牌等，因为这边网咖人气实在太旺，但这就是我的好机会。那就是我召集的人在这里。哦，我挂稿，挂稿，我到这里结束了。哎呦，喂食呢？哦，好啊，那一颗给你。开始正式的跟粉丝进行互动了啊！什么？怎么没有人跟我拍亲亲？哇！这些粉丝在想什么？我有没有看错？到底是画面我看到了什么？喂我吃巧克力，我吃我吃。我看到了什么？天哪！真的假的啦？在我的主场呢，鸡排妹就算衣服穿得再少，那么还不会输呢。网
看鸡排是不是应该是赢的？我觉得鸡排一定会赢的，但是看他那个人气好像也还不错，也还不错。对，还有不是？还有男生跟男生男男气味。对，我们刚刚到底看到什么东西？我吓晕了。要不要跟王青青阿内好？各位正式宣布来了，到底国栋只有九个人，鸡排妹有七个。好。现在到底在干嘛？怎么会这样？我就过气了吧，我就承认我过气了，连个果冻都赢不了。但是异性相吸，不是，而且你是鸡排妹，应该也不是这个样子。原因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好，请说。因为网咖那个地方是他的专场嘛，他的主场，对，那你就通通在打 online game 嘛，有哪一个不打 online game 干嘛在那里看新闻呢？对，不可能嘛。所以那个都是哎，就是刚好是他的群众领域比较有的聊，而且国栋也够下流，我就讲啊，我就是统神的哥哥，哎，砍多少剑的少剑上十位，是这样。可是我觉得他那天穿的衣服也蛮犯规的啊，要不然你露啊，对啊，不然穿啊。其实七个人，我还是靠有点小作弊才累积到七个人。怎么说？怎么刚开始只有三个人，然后我跟两个工作人员就不知如何是好，所以于是我就一层楼一层楼就巡层楼，然后问他们说：“哎，请问为什么不下来呢？”好声好气的问，然后最后使出了就是自掏腰包帮他们买台费才愿意。哇！天哪！如果你愿意下来。这算自夸，好一般民主真相还是输。没啦，我常讲活动太强了。讲了一句话嘛，这个常胜将军之所以会打胜仗，不是因为他会打仗，而是他懂得选择战场。就像蓝波一样嘛，他只要进入森林，进了森林，我就是王。哎，他蛮特别的，活动看久了后，变成没有那么讨厌了。算是清廉，到底多讨厌？来来来，国栋，由你来操刀，你来，因为是赢的人，你来执行十二码球点球，十二码非常关键。你忍心吗？这太残酷了吧！但是你还是要数，要拉，超紧，手小心，蛮紧，蛮紧，可爱。啊，一条，这一条就好了，啊，但是拉的时候小心，不能哦，不能回丢哦。好，没问题，不能回丢啊，高一点，再下来一点。这会很痛吗？会啊，你会倒数吗？会，没会。好了，我数到一二三，然后再放，好不好？再低一点，再来，再低一点，二。